你懂吗？我懂了，我懂了。OK，六百分辛苦你了。OK，好啦，卡萨今天很棒哦，嗯，卡萨一个赞，希望明天卡萨一样 OP。加油啊！我压你们31或32哦，卡萨别让我失望。神回复，我是600分，你懂了吗？可以可以，你这个回复，哇靠，对面好猛哦，有毛哎、欸，毛 Swaco 台服最可爱的玩家，对面太强了吧？哎、欸，抽奖人要在哦，更深的。我好像大半夜靠背灯又被邻居检举。好了，我们这场我就乖乖安静一点，不要太吵。喷。你上次是不是雷我一场？你要升1300天。其实是我雷他，我只想怼他而已。不对，我认输了。抱歉。哎、欸，这个声音可以吗？游戏音量会太小。没有啊，我跟电脑和 HQ 人都很好啊，我都麻吉啊，我跟2队的选手都很好啊。我跟2队的选手都蛮好的啦。我干！我的滑鼠一直飘掉了，完了完了完了！我又回来了，我又回来了，我又回来了！看他们到底要吃哪一个、啊？好了，就吃这个吧。游戏声音极小，最小那种，真的假的？好了，等我一下。我操！等一下，我的滑鼠真的不太稳，我觉得可能是线缠到啊。由于声音我调在，你们看可不可以？我调大声一点。痛！私心其实还好啦，因为我跟小安跟 Mountain 也以前也是前队友啊，我们还是也是很麻吉。所以我觉得近几场电男表现真的不错。哎、欸，这声音可以吗？还是要再大？要再大吗？还是可以了。我又调更大，你们再看一下。那儿大大 JSONLINKING 新干爹，感谢订阅。OK 哈，这样应该可以了。哦、我刚刚顾着敲敲，结果没有看线上的状态，应该是还好。这波感觉没戏，应该是没办法 gank。感觉直接回来。我回家补个伤害好了，买个人本业，感觉大一刀就不用急着升。
但我打了不喜欢听音乐，嘿，打了不喜欢听音乐，而且我有放 YouTube， 然后你放音乐会被那个音轨会被消除。你在下路感觉有戏，这波应该可以来点个。跑完就再过去，消息应该是有机会可以变更。但感觉傻嘎堪有眼，这感觉有眼的机会大了。看对面这个站位，应该是有眼，好，我们可以走了。路接雷，这个中路其实也没什么机会，然后毛刀现在也没出来，但他贾克斯就是敲敲敲敲敲敲敲到底就很猛，所以我没有gank，其实对我应该是比较亏的。我中路这干起来了，哎呦，这个单杀漂亮漂亮漂亮，哇，他这么调皮啊，这单杀美。妈的，买招！吓吓他，笑他一下，爽！咚，咚，炸！痛！哦，这么凶！五虎要带虎哦，这么狂！五八五五五八五五八五一六，感谢订阅。这个要带虎太浮夸了吧 ？gank 还可以，但。我总感觉这扣不好，这扣感觉在浪费我时间。真的假的？我觉得这大夫不是很优啊。其实是我不太懂他的意思啊，这波有点浪费。哦，夹克是在下。哦，这波我挂网哎，有点浪费时间。我没赏啊，没赏有机会。哇，我在那边逛了大概超久，干我不行不行，吃这个吧。好，可以逼赏，逼赏逼赏，逼赏就可以。然后直接推进去就可以带斧。哇，他六了，他六就不好带斧了。要来吗？退掉吧，退掉吧！我真的觉得大夫超烂哎，感觉这波超级低能，浪费超多时间，然后直接在上路挂完。哎，我跟上路默契蛮烂的。那有大大利差 C 一二三四五零零，感谢订阅。哇，好亏啊！我挂了两分钟哎，什么时候没有做？然后我的红还被对面的夹克斯禁了，崩啊崩啊！夹克斯来考我家里的怪，就要退就要退，就不能打，只能溜了。现在进来这个，然后不能进哦，那个毛回来了，完了，只能挂完了，挂完了 ，Wins， 哇，这波超级亏，然后等等我出来，我又没野怪吃，这波是超级超级宇宙无敌，叭叭叭叭叭的亏啊！这个我键盘是清走了。下路很多零，那来大大谢尔 OUD 八七零三零二零五，感谢订阅。现在就中路一个击杀，然后没了。哇，下路被操飞，也太多人订阅了。PRNC 零七二零，感谢订阅。哇，下路被操飞，崩了崩了崩了！不行 ，Wins 赶快做事 ，Wins 快做事，好，这个真的要做事。
这感觉不好。不说了，这个E闪，这个 Q， 这个 R， 直接把亚速带走，漂亮的杠杆，真捡了个头。这一定要残忍，已经玩接一击就要残忍，不跟他演。没有，我怕杀不死哦，因为亚速干其实有机会 Q 到，然后有机会甲哥在旁边，这一定要直接秒掉，直接秒掉是最正确的。我大绝，我是 Q， 我空R吗？所以我是 Q 就把他炸死了。刚五安呢？不是吧？我是 Q 加R才把他炸死了吧？你讲到像我很雷。真的假的？所以刚才我是雷包吗？敢不用闪哦、啊，要闪啊！那个不一闪，亚速有闪的情况下，还有机会反应的。有时候做事就是要残忍，不要跟对面演，直接凶一点，直接打一套过去。然后我们可以买这个附魔偃月哈，偃月再买根本偃，然后出发。但现在毛好像蛮肥的，这个发育的毛，敢这样就自爆中。我又往那下路崩了。崩了！哇，下路爆裂，被刷手打爆了。我下路最渣那种，崩怪他嘛！这蛇破不是真的下路。T 叉叉零五二六，新干爹，感谢订阅。那是不是想要带？但对面这真的是不把我当人看。好，他不把我当人看，正确的。靠！我操！好雷啊！我操！被秀爆干，太扯了吧 ！Q 到小兵，干好扯哦！这波直接这场爆了他真的不把我当人看，OK， 爆了爆了。哇，这波我一个没有点雷啊，然后这还被秀，惨了，崩啊！这波真的崩啊！没关系哦，他是进，惨了，进拿头有点强主要是我们下路上爆线哦，就是直接被操爆，然后加上我又送了这颗头。牵得到吗？撸来撸去耶，撸来撸去耶，在我面前撸撸撸撸撸撸撸，不把我当人看，天真天真天真。哎呦，你那么喜欢中路吗？因为只有中路杀得到啊！不是我喜欢中路，是我剩中路可以 gank 啊，下路爆线，然后上路 gank 不到啊，然后你又好 gank 啊，当然只能 gank 你啊。看毛会不会送？好，毛不会送，毛蛮稳的。哇，又要带斧，真的假的？这个杀了死吗？我觉得杀不死，除非我一个神啊！好，该来一个神啊！这真的是该来一个神啊！哇，这个R直接逼出闪现，我就不说了。其实 GP 不好带斧啊，他大太强。完了下路，哇，被带斧，哇，这个死定了，这死定了，这真的下路这场差距有点大，这感觉他要耍屌撸出来。哦，不对，这边有眼，他真是有意思。哇，下路大爆炸！这故事告诉我们，找人组不要找那种他明明是没散路，你还要去找一个散路，这样通常都会崩了。那这个中路 gank 其实就很危险了，因为 support 跟那个 jungle 可能过来，不要 gank 最好，但打起来
哦，他单杀，不错不错，我一个限制走位，要吃吗？还是你真的要吃？哦，这个不错，这勒布朗玩得很好。看我们下路已经080了，下路这把就是爆掉，但其他人还可以。小心点，又不会上去操他们。这场全 AD， 那就先出这个吧，先出个喊兵霸权。其实也不算全 AD 啊，夹克斯磨伤也蛮多的，他的那个 W 还有那个 R 的被动跟四魂都是法伤。谢谢 RS 901009三等，感谢订阅。现在蛮难打的，因为已经崩了，下路完全崩掉。这个镜大概射我四枪，我就消失在这个世界上了，真的是变成四枪侠，想射谁谁就要死。然后我们只杀到对面亚瑟，亚瑟应该已经没钱了。但我觉得会被镜一打二，不行不行，真的不能那么害怕。玩这游戏害怕就输了，就算你明知道会送头，你还是要冲过去。不行不行不行。哦，这个贾克斯真的是好流，哇操，毛等十二等啊，开经验加倍哦！看他等级真的最高哎，他就一直敲敲敲敲敲，然后敲完他也怪，然后再杀我队友，然后再敲我也怪，像感觉别打起来了，这真的龙只能给了，毛现在已经有点无敌了，十二等真的开经验加倍。没有吉祥物，OK， 吉祥物，感觉要残忍一点。不行不行不行，这家伙很肥啊！不行啊，这家伙好肥啊，他比我猛。哦呦，哦，这个单杀 ，nice nice， 单杀的不错。果然我限制住对方的 AD， 有差有差，应该有人要上来了，感觉不会只有进一个人，应该有其他人要上来。好嘞，直接被拿哦，下塔直接这样就送了，感觉他要送了，我们只能杀这个，出来吧，剑，嘣，吓到，起飞喽，这波可以可以可以，再拿个上塔，又是一个漂亮的gank。好，拿到这个上塔就不会那么亏了，这上塔不错。回家回家。纳尔大大 ，REVS18835 新干爹，感谢订阅。但我队友是不是已经爆裂了？哇，下路已经090了，哇，应该是被矛盾到了啦，矛现在基本上无敌了，我看到他都不敢打，就等他跳恰恰。小小像这样，昂昂毛过来啊！干蚊子，有蚊子，没中。感觉他在蹲我，我觉得我会死啊！不行，我还是要调皮一下，出来吧，毛！哎、欸，对不起。
干，怎么痛啊？这甲壳太痛了吧！干，我刚还有600滴耶、欸，我直接被秒杀耶、欸！我还想要在那边调皮一下，干我就死了。干，真的不该调皮。干，找到早点闪现拉掉、啊，我在那边跟他跳起来，想说没那么痛，他太痛了、哦，错过伤害了，想要背合再背合一下。没有意外哦，最好这么痛哦，这超肥、欸，完全没有想过刚刚自己会死、啊。给你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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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惨了，难怪为此要退休，连算血都不会算。连长一跑，感觉 AD 去 AD 去，然后毛等等你就会刷掉，然后逮捕，然后我们就把毛给剁了，这就剧本都写好了。跟你们讲啊，毛绝对会很刷掉，然后来拆这座塔，你们信不信？出来吧，你看他会刷掉。你看，哎、欸，他妈还把 Q 用掉，他妈还把 Q 用掉，该被等哎，调皮。AD 这样都会被他换掉，怎么这样子？这嘎啦啦的伤害也太夸张，这样我们是要打伤？敢知道怎么打？靠背，我一个屌炸、欸，然后再塔下、欸，他还把 AD 给换掉，做坏了吧？哎，我忍不住唱个歌。嗯，这真的伤害太浮夸了。哇，这波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自己人，这个人，这个人，对了，对了。嗯，感觉我还是要叠那个叠物防。当我没有魔看，其实蛮担心被甲壳子敲，还是很痛，那法伤还是很高。哎，对了，禁有魔伤吗？还是禁全都物伤啊？这个我没有特别研究角色。完了，他被开狙了，我救你，护驾，好，挡得好，护驾有功，干嘛不要挤我塔啦，炸你哦，屌炸，哇、哦，哎、欸，我洗地板还比两个伤，我好猛哦。这感觉，完了，伤感觉要死了！我操！哦，这个闪现漂亮，一换一，一换一，我这样都憋到两个闪，我有点强。感谢订阅 ，LAKW567。傻眼，看连懒得都会被甲克斯逮捕，哎，现在还有什么东西不会被逮捕？打肉皮呢 ？OK， 哦、oh, ，那就没 AP 可以。但是这样我就其实怕，我怕是甲克斯的伤害。嗯，我现在可以干嘛？好劣势哦，不能干嘛、欸？哦，这个，哦，这个，哦，那这个线没中，可惜了，可惜了。线中的话，加上我一个出场，我该来个神炸。对不起，抱歉，抱歉，抱歉。不要那么多了，快走快走！炸歪你！要去手上哎、欸，感觉又有人要被嘎啦杀了、欸，不行，我就嘎啦是个智障，我再蹲他。但他妈又要刷掉！哎呦哦哦，这个顶的好顶，但是感觉不行哎、欸，感觉旁边有兄弟、欸，不行不行，我恨他，我讨厌他。啊，差不多了。我刚才顶的不错，但是太迟了，哇，队友全崩了哎、欸！
那嘎达！完了完了完了！麦克，你别走！年轻人终究是年轻人，真的以为这样可以傻？好，我卡着他就好，不要跟他打起来，卡着他就好，然后我死了。隔这个极限，欢度队友。结果，他被亚瑟的没死啊！太扯了吧，太扯了吧，亚瑟的没死，这样我留住镜就没有意义了。还好我喷一个闪现，好灰哦。我还在那边盯到最后一刻，我刚不脚闪，他那个闪普攻我就死了，那个脚闪一定要脚。要小心巴龙。各位分母大家好啊，安安啊，龙达，听说你大颗寿司已经破台了，好会好会，真不会是。我是生存游戏最强的男人了、啊。听说你不是那个 H1D1 里面的 Faker 吗 ？H1D1 界的 Faker 龙达，厉害厉害！啊啊，好好痛好痛！踩到陷阱了，痛痛痛痛痛！干，现在对面一直分推，我们就没得玩了。天真。然后没人挡得住贾克斯啊！对面三龙哎，现在怎么打？哦，可以可以，这个看起来就是送头，漂亮漂亮漂亮，刷卡干得好！好，这时候通常抓死一个白痴，会有第二个白痴过来送，就是这个白痴。我靠，家里 BBQ 啊！一小两小三小四小五小，哇，卡住太扯了！DHIYUAN DHN 就心安理感谢订阅，这速度真的太不错了。完了，感觉毛要一打二了，毛太扯了。哇，他被听到了！酱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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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感觉不能被卷到、啊。我也帮不了他那个位置，我就只能打酱油。六六六六六，不行不行，敌人太强，快逃快逃快逃！那位置我没办法做事啊，他上的那个位置我招我会没办法顶到对面 AD， 我只能在后面挂网。送三小，妈了，亚瑟在那边演。这个不想说了，怎么没死？啊，别炸我！啊，好痛！嘣！感觉走远了，感觉走远了，感觉走远了，走远了。这把输了，这边太肥了，这把应该没得打。吉吉。下路崩太大了，下路前面领9，然后比较没法做事。下路这场有点惨。